喂，橙色定系蓝色好啊？你讲咩啊？冇啊，我买牙刷啫嘛，橙色好定蓝色好啫？橙色啊。点解你买新牙刷嘅？冇啊，做士啤啫嘛，你要唔要啊？要，古灵精怪。咁我边度都唔去噶啦。如果我真系周围去啊，我旧嗰支都冇问题啦。你信我啦，你迟啲会有用噶啦。咁我买橙色噶咯。哦。系啊，你翻到屋企未啊？未啊，巴士迟咗啊。你同我讲咁耐嘢，就系为咗问我买牙刷咋？咁你之前成日话我唔尊重你意见啊嘛，咁我而家咪问下你意见咯。我咪对你好好咧。切，牙刷啫嘛。喂，咁你一步一步嚟噶嘛。哼，如果你真系想要我意见啊，唔该你唔好嘥晒啲钱买牙刷，就储翻啲钱买个绵羊仔啦。咁我咧就唔使喺度等巴士，你可以车我翻屋企啦。哎呀，我储紧噶啦，但我储到嚟啊，架巴士都到啊。啊，系喎，真系到喎，咁迟啲先倾啦，拜。我今日谂咩啊？唔知喎，你谂咩啊？估下啦。啊，我知道。你喺度谂咧，啊，点解系咁嘅样？点解可以同啲咁靓仔嘅人拍拖噶？系咪先？系咯，系咯，真系咯。讲真噶，你估我今日谂咩啊？我唔知道啊，你讲啦。我喺度谂咧，呢个世界咁大，都几大，有咁多人喎、啊，都几多人噶、啊？净系呢个城市入边，一日一刹那，你见到个人，可能一生都冇得再见。咁唔系嘅，咁如果有缘分。都会再见的嘛，是不是？那我们不是很有缘分吗？当然啦，我们简直是一见钟情啊。记不记得？好像我没什么选择。而家咁样几好啊！而家就系咯。你到时会唔会打俾我噶？你去到加州一定要学滑浪啊！你估睇戏咩？加州除了滑浪之外，還有很多事做的嘛。咁又是，你不學都是安全一點的，我怎知道你去到那邊會不會溝了個鬼妹回來？我去加州那裡，回來演藝學院而已，你那是溝女啊？放心啦，我都不會怕女溝仔的。那可能你都要怕一下啦。我真的不相信啊！过了听日咧，就成年都冇得见噶啦，一年好长时间噶。所以咧，我哋最后一日要留意啲。喂，橙色定系蓝色好啊？你讲咩啊？冇啊，我买牙刷啫嘛，橙色好定蓝色好啫？橙色啊。对啊，送俾你。咩嚟噶？你开咗佢睇下先啦。都话唔要咯。唔系啊，你会中意噶，仲有多啲噶。你中意几时用就几时用啦。你边度有咁多钱买噶？唉，你估我爹哋妈咪真系俾钱我买绵羊仔咩？
雖然我而家請唔到你真係去，但我覺得你會中意呢份名。